哦，G G Boy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y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y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第三集，救急。配不到眼镜的怪兽大叔。哎呀，哇，真是越看越酷啊！哎，这些怪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们觉不觉得这两张照片都特别帅呀？嗯，嘿，这真是个耻辱，竟然一个怪兽也抓不住，哼！我建议大家不要追捕这两个怪兽了，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。你这个候补社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，给我到那边打扫卫生去。社长消消气呀。嗯，那个新来的，快去给社长倒杯水去。好。我不喝水，给我拿瓶饮料。那算了，还是喝咖啡吧。好难喝呀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精心配制的辣椒水兑墨汁，味道还不错吧？可恶，你竟敢戏弄我。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我参加研究社是来打怪兽的，不是来打杂的。好，你想打怪兽是吧？那就给我先把身体锻炼好。一小时之内给我拉1000下。没问题，我浑身是劲儿，正想发泄一下呢。如果少了一次，你就立刻给我滚出怪物研究社。超人强，这样的条件也太苛刻了呀。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能打败怪兽？好好练吧，你这个菜鸟。我们出去转转，看看有没有怪兽的下落。早点回来哟。老大，我们走喽。他们走远了，我终于可以玩变身了。不就是拉1000下吗？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真是太没有挑战性了。社长，那个新来的根本拉不动铁球，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开除他啊。社长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脚印很不寻常啊。哇，好大的脚啊。先把这个脚印给我拍下来。社长，
我没带相机呀、啊。那还不快点回去拿？哎，是社长。那个新来的都哪儿去了？啊啊，这是谁做的模型啊？还挺像的。嗯，是那个虎形怪。啊，一定是我眼花了。幸好没发现，不然我毕生的秘密就露馅了。哎呀，儿子，我哎，对不起，猕猴老师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，嗯、拜拜。古古怪怪的，猕猴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拜托，你不要跳出来吓人好不好啊？会吓死人的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刚进来。不错不错，这是虎虎生威啊！不要太羡慕我哦。哎呀，哎，臭小子，你不要太得意了。虽然你已经变身成了铁拳虎，但是你对他还不够了解哦。哎呀，我已经很了解了，他的出拳速度很快，而且拳头特别硬。哎，铁拳确实有他的特点，不过他还有更厉害的本事。哦，真的吗？快说说呀。你摊开手掌，试着把那个大铁拳吸过来。哎呀，猕猴老师，你看我长得像磁铁吗？我怎么可能把铁球吸过来呢？铁拳虎可以控制五元素中的金元素，铁球也属于金元素的一种，所以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控制它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试试看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打铁球过来，快过来。集中你的注意力，多练习几次就可以了。不行啊，你这是便秘呀、啊。算了、拿去看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本就是武林秘籍，想练好铁拳还需要很大的学问，你拿回去慢慢看。猕猴老师，你在做什么？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不见了？真奇怪！猕猴老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才在做实验，没吓到你们吧？哎呀，差点就把我们砸成肉饼了！猕猴老师，我们刚才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脚印，我怀疑有新的怪兽混进了城，请你帮忙分析一下。我们测量了这个脚印的大小，发现比我的脚大两倍。那根据我专业的分析，这个怪兽的身高也是你的两倍。猕猴老师，您还能从这个脚印里看出其他的信息吗？比如怪兽的种族和性别。这个嘛，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研究。变身的时间又用光了。谁在上面？是我。小猪猪，你在上面干什么呢？我听到上面有老鼠的声音，所以就来看看。我们可有言在先，如果少了一次，你就给我。怎么拉了这么多次？这东西是坏了。麻烦你们给我拿个梯子，我下不去了。
我来帮你拿。下来吧。没想到你长得不像好人，还是挺乐于助人的嘛。社团活动终于结束了，好不容易成为了怪物研究社的候补社员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变得更酷，这才符合社员的身份。啊哈哈！哎耶！嗯，哈哈，怎么看都已经酷到极限呐，再酷一点还真不容易哦。切，神经病。哇，好酷啊！对了，我也应该戴一副墨镜。好健壮的大叔啊！啊，个子这么高，难道是姚明吗？可恶，为什么没有适合我的眼镜？啊，我说大叔啊，挑眼镜要适合自己的脸型的，我来帮你挑。啊，这副墨镜风格很豪放，应该很适合大叔。这里的眼镜都只有两个镜片，而确实不太适合你。三只眼呐、啊！这！你是不是歧视三只眼睛的人？没有歧视。那为什么整个动画世界都没有三个镜片的眼睛？这个嘛。你们一直歧视三只眼睛的人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大叔你超帅。你撒谎。你是因为害怕才这样说的，根本不是真心，是不是？我要杀了你！救命啊！别跑！大叔，我只是一个无辜的市民而已，那些眼睛又不是我做的。我不听你的解释。大叔，我给你做一副眼镜好不好？绝对适合你英俊的脸型。狡猾的人类，我不会向你道了。寻找减肥的主意。